要教識呢個電腦點樣去識別號碼咧，其實係好複雜嘅。呢個技術嗰個成功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喺不斷咁去試，不斷咁去喺錯誤中咧去改進。要開一間新公司，當然要拎出資金。對於傳統嘅製造業嚟講，好大部分嘅資金係擺喺一啲固定嘅資產，例如廠房、機器上面。但係對於發展軟件、提供科技嘅 IT 公司嚟講，佢哋嘅資金係用咗喺薪金、研究、申請專利權同埋推廣業務上面。資金用喺唔同嘅地方，對 IT 公司又有咩影響呢？第一，廠房機器只需要買一次，然之後就可以用好長嘅時間。但是薪金、研究、業務推廣等等就需要不斷的用錢，而申請和保護專利權其實亦需要很多的資源和很長的時間。製造業所擁有的廠房和機器是很實質的資產，在借貸和融資的時候可以作為抵押品和估值的基礎。相反， IT 公司用在薪金和研究的錢就已經報銷了，而換回來的技術和專利權不是實質的資產，所以很難估值。 Financial planning 其實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會知道你何時可以做什麼，你錢是怎樣去使，你怎樣去安排，就不會說到時你發覺我沒有錢了怎麼辦呢。這個呢就是對整間公司嗰個健康咁去發展，去維持咧就好重要啦。咁睇得緊係睇下點樣揀啦。如果係話你好多嘢你唔敢去嘗試，去但係有啲客叫你出去有個好大嘅 project， 你唔肯出錢去做去睇，咁你好多機會你都會失去嘅。可以繼續生存，即係要點樣玩，找緊個機會就好重要咯。即係點去有啲某啲 project， 你特別覺得用，即係對我之後個生存好重要嘅，點去擺多啲 resource 去能夠即係攞翻嚟咧？咁呢、這個即係呢、這個機會係即係要自己去揾翻嚟咯。即係有時佢人哋話我哋好，即係都係好幸運可以經過咁多分零入到嚟，其實都係自己揾翻嚟嘅機會，人哋唔會特登俾錢我哋去使嘅。微光電腦視覺識別技術是由李春茂博士發明和生產，並且取得美國專利權。早在1993年，李博士已經在香港科技大學發明了這種技術，後來和他的學生黃永健成立公司，推廣到商業用途。這個電腦視覺識別技術的科技原理是將最新的電腦視覺系統科技發展成全能電腦眼，模擬人的眼睛的功能和性質，並結合神經網絡技術應用在需要長期重複利用人眼並高度集中精神的工作和崗位，例如記錄貨櫃箱號碼、識別車牌號碼、尋找塞車、捉拿超速車輛和閘口進出檢查車輛地方。在高科技的公司其實都燒錢比較厲害，要一段時間個產品至可以成熟，至慢慢到今時今日咧，就會睇到盈利啦。要將實驗室裡面嘅尖端科技應用喺日常生活上面，並改良成為成功嘅商品，仲需要好多投資同埋好長嘅時間，可以話係一場消耗戰。初期設計出嚟個 product 咧，通常都不會很十全十美的，咁會喺個市場方面慢慢去接受呢個考驗。如果係全部啲錢擺喺 product， 咁個 product 又唔係咁快可以賣得出去咧，要睇唔同時期你手頭上幾多資金，你做唔同嗰個 adjustment。要支持消耗戰 ，IT 公司一係就預留非常充裕嘅資金，
如果不是，就要在商品未完全成熟的時候接一些較為短線的 project 去換取流動資金。這些 project 未必能夠賺很多錢，但可以加快公司投資了的錢回流，並且幫公司了解外間對於這些產品的要求。在2002年，李博士成功投取香港海關三個邊境管制站安裝車牌識別系統，為他的公司打開了新的局面。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我們車牌自動識別系統在監艇裡面的螢光幕，右邊那兩個黑白的鏡頭就是我們監艇外面的電子數碼攝影機，它會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將車牌的影像記下在這個攝錄的系統裡面。而這一格彩色的畫面就是我們那個電子的攝錄系統，它就代替了我們停主的人眼去直接去看到外面的交通情況，方便我們停主的工作。當我們的電子感應器偵察到車輛到達的時候，就會在兩秒鐘之內將辨認到的車牌號碼直接輸送到我們的香港海關的清關系統裡面。這個 project 本身呢，就不單止是在那個聲譽方面，同埋俾客嗰個客户嘅信心，另外咧就係有賺錢嘅，就唔係話係蝕錢嚟做嘅。同埋咧佢個工程咁大咧，就對我哋自己本身公司嗰個人方面嗰個訓練啊，各方面都係會好大嘅幫助，去提高，因為有一個真實嘅環境啊，俾我哋去測試我哋啲產品。整個過程咧就係公開比賽嘅，就有世界各地嘅公司咧都嚟投標啦。咁我哋喺呢個比賽中咧係以準確率咧係到97.5%以上，咁咧就嗰個速度係0.5秒以下咧，就遠遠拋離其他啲競爭對手啦，有以色列啦，有新加坡其他地方嚟嘅啲競爭對手，所以我哋覺得係。好榮幸可以攞到呢個項目。咁呢個 project 就需要好多資金方面嘅周轉啦，因為政府啲 project 你要 deliver 到你收錢，咁呢方面好多呢啲工程嗰啲錢要預備好啦。咁其他啲 project 咧就需要嘅我哋預先準備嘅錢就唔係咁多啦，一般我哋都係主要賣 software 啦。咁好，全世界我哋嘅 business model 都係玩 partner， 玩 system integrator， 佢哋喺佢哋嘅嗰個地區咧有自己一班人，咁咧就我哋只係提供軟件俾佢，提供嗰、那個advice 俾佢點樣去裝啊，技術方面我哋支持佢。對於一向從事科技研究嘅李博士，商場係一個好陌生嘅環境，佢發覺做生意。如果缺乏理財的眼光，很多時候都會不知不覺步入了危機。在一年前這個時候是最大的危機，就是錢差不多要消失了，那怎麼辦呢？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就當時是採取了一些是比較透明的，很將個事實呢就同啲同事去講解，就係咁多錢啦。咁喺邊啲方面我哋要減人工啊、減人手啊，各方面咧就大家要一齊點樣去面對呢個現實咧？喺呢個時喺呢段時間其實學咗最多嘢啦，就係話我哋要時時都提高警惕，就每個人都要有呢個危機感。呢套系統本身我諗就係可以提升翻車場整體嘅保安啦，同埋佢嘅資料本身係數碼化儲存喺電腦嘅，咁一提取嘅過程係比較以往係相對係方便，同埋處理失飛嗰度，因為以前失飛咧就必須要就話翻查一啲閉路電視嘅帶，可能要睇翻7日之前嘅帶啦，咁個時間係比較攞耐。
咁但係而家好簡單地喺電腦，只要 call 個車牌一出咧，就能夠知道你入閘同埋出閘嘅時間。咁意思就係話啦，對整體嗰個運作嗰個效率咧係有所提升嘅。個市場即係有人同我哋買我哋個科技咯，咁即係有公司同我哋俾錢我哋去即係將我哋個喺頭裏面研究出嚟嘅嘢擺落去即係實際上嘅應用嗰度，咁就即係都會諗起係可以將我哋個技術做商用嘅，即係譬如話要繼續去做研究啦，點樣去將呢個太空船就可以更加適合個市面上環境咯，好似話個電腦唔夠快嘅，可唔可以用啲簡單啲嘅程式去做啊？即係咁啊，再研究到你用啲好啲嘅 camera， 即係個攝像機去影更加清楚嘅圖像。咁呢啲係比較即係技術上面嘅嘢，就未必去到研究上面嗰方面嘅。咁呢啲全部都係需要人啊、時間啊去做研究先可以達到嘅目的。咁就所以我哋都諗住，與其係喺學校就即係比較慢啲嘅步伐啦，咁就不如自己出嚟搞咯。即係如果自己搞嘅，可以全心全意去搞，可以快好多。有啲創業人士可能以為創業最緊要只係開頭拎得出一筆資金，然之後嘅運作就會順其自然，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但係其實公司開業之後，仲需要有足夠嘅流動資金，所以掌握資金流動周期嘅呢個概念係非常重要嘅。喺第一筆現金流出之後，要等幾耐先至有現金流入可供周轉呢？等我哋嚟睇下公司嘅現金流轉周期 （cash conversion cycle）。IT 公司在製作期中的現金流轉周期一般不會太長，因為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去複製軟件和技術，但是有可能有較長的成品銷售期和收數期。不過最大的問題很可能是產品的研究和開發期太長，以致到資金不足周轉不靈。我們因為賣 product 賣 software 的 product， software product 的好處就是說我可以 copy 給你，你要買多少都可以，但當然好喺個過程，我哋都要不斷咁去 upgrade 呢個 software 本身嗰、那個質素啊，個 performance 啊，同埋咧聽嗰、那個客嗰個反應，佢用咗之後有咩意見，咁我哋不斷咁去提高。咁喺目前為止咧，就我哋賣呢啲 software， 因為係競爭又唔係太多，所以多數係先收錢至出貨。所以個資金方面喺呢方面就個遇到嘅問題就唔係咁多，所以做 project 就呢方面就比較多啲問題啦，就係、是、你點樣揾呢啲呢方面嘅資金。好多公司佢哋運作上有困難，甚至要結業，其實唔係因為前景唔好，亦都唔係帳面上有虧損或者資不抵債，而只係佢哋周轉不靈，就會令到無法繼續運作啦。如果一間公司同時有多樣產品，咁除咗要考慮個別產品嘅現金流轉周期之外，仲要考慮各產品周期嘅配合，避免同時間有太多現金流出而冇流入。好時好新嘅就想做，但因為基於而家要仍然維持間公司去運作嘅話咧，新嘅做唔到，咁唯有係即係改良現有嘅技術咯。睇盤數咧就兩方面，一個係 income， 一個係 output 啦。咁就我以前都我覺得我去打市場，我擺幾多嘅 resource 去打呢個市場，咁希望會睇到個 return 係幾多翻嚟。咁但係咧就個預測，如果係話唔準確，或者係個市場真係仲未 ready， 可能褪後咯。譬如話我哋個海軍呢個項目係兩年啦，傾咗兩年至會成啦。咁呢啲情況我哋要就會計考慮個 worst case 啊，最差係點樣，幾時會翻嚟？喺公司理財方面，李博士最初信任專業人士嘅管理模式，以為可以集中精力喺開發產品同市場推廣方面。不過，決策人無法掌握公司財政狀況，會令他們作出錯誤的決定。搞開技術的人都是比較喜歡在技術方面去想新的東西，做這方面去怎樣打廣告，怎樣去
參加展覽會去，希望話我越多啲展覽會就可以吸引到越多嘅人嚟同我買嘢。其實呢個又係一個錯誤嚟嘅。喺 business 個運作咧，就唔係好似你買一個杯、買一個好簡單嘅 product 咁快可以睇到效果。如果冇危機感咧，就當我哋賣多啲嘢，有多啲錢入嚟咧，就比較就寬鬆咁去使啦。咁到最後又出咗問題啦。嗰間公司咧就仲爭一個星期，咁我哋傾曬啲條件啦。咁咧就啱啱好金融風暴啦，咁佢倒閉咗啦。咁啊呢件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就係、是、都係不幸之中嘅大好幸運啦。因為如果係話發現跟一個主要嘅股東唔見咗啦，好麻煩啦。我覺得我哋個股份一下就少咗好多，咁同埋入嚟嘅錢又唔係太多。我哋而家最大嘅競爭係時間，係真係時間。但係話我哋點樣喺其他啲所謂嘅競爭對手仲未有一個好嘅產品推出嚟之前咧，就佔咗呢個市場。我哋嘅產品係可以打響全世界嘅，但係你冇咁多嘅資源，你點樣可以打全世界咧？所以呢個係我哋點解需要去？係揾 venture capital 入嚟嗰個原因啦。風險基金有時候稱為創業基金，專門以入股形式投資喺一啲有潛力嘅中小型公司嗰度，等呢啲公司壯大之後賺取股份升值嘅回報。風險基金嘅主要對象係未上市嘅私人公司，之後幫助公司上市。風險基金除咗提供資本，有時仲會提供專業意見同埋信心保證。我覺得喺搞上市咧，就佢哋會喺呢方面就有一定嘅經驗可以幫到手啦。咁當然有其他啲風險基金，可能係 strategic partner， 咁佢哋有呢方面嘅 business 嗰、那個connection 啊，呢啲可以幫到你啦。但係對我哋目前嚟呢兩間風險基金嚟講就比較少喺呢方面嗰個幫助咁大。當中小型公司要搞上市的時候，風險基金的經驗就更加重要了。而當加入的投資者見到風險基金願意真金白銀咁投資在一間不是咁出名的公司嗰度，佢哋亦都會較有信心去認購公司的新股。回顧過去，李博士明白身為公司負責人就要睇緊財政，樣樣都親力親為。佢了解自己的長處始終在科研方面，對公司未來的發展佢同黃永健有唔同嘅睇法。點樣去發展？點樣去將將間公司點樣做大？可能有一段時間你要減少你個開支，有啲時候你需要擺多啲錢去做得快啲。咁以前個觀念就就係、是、摸索緊，就唔知道幾時要擺幾多錢啊？呢啲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咁而家公司即係做研究發展嘅，已經係成天文。香港又都有成四五個人，大陸都係有四五個人。其實都希望盡量想將我即係以前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做嘅嘢，就係咪即係希望其他人都可以一齊公司同一個高，即係同一個目標去一齊做咯。如果唔係你一個人做嘢，始終有限。如果同大班人一起即係做個新嘅，即係新嘅發展咧，可能更加緊迫。其實最重要係點揾，你使得去，其實點樣揾翻翻嚟？依個先係重點啊！即係可能我使你買兩件硬件翻嚟，但係其實我哋將來係有新嘅產品組出嚟，將來嘅賺翻可能係幾十倍、幾百倍都唔定。即係咁係要最個重點係你點去揀，你應該使落邊一點嗰度咯，而唔係盡量慳。到目前為止，我哋做好我手頭上呢份工，我應該點樣做？
睇到應該做嘅去做。咁我不斷咁去尋找啲適當嘅人選，我覺得係如果可以揾到一個更加好嘅人嚟取代我咧，咁我最高興啦。因為你一定要對間公司，我哋睇咧係睇成間公司。如果間公司邊啲人才入嚟係對間公司有好處咧，你應該用埋就俾佢去做，去帶領。